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寄诵第四段啊。第四段呢有五首偈，说明世界的庄严啊。我们先看第一首啊：或见清净刹，一夜光庄严，或见多庄严，种种皆奇妙。实在讲啊，这个经典文字非常简洁啊，你看看总共只用了五首啊，一首四句，四五二十句啊，二十句一句五个字，就要把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的刹土众生里面种种庄严要把它介绍出来啊，做一个简报，这个要本事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啊。这样复杂的境界啊，这样简洁的言辞啊，能把它说清楚说明白。当然我们一般人呢读这个啊二十句，实在讲还是很不容易体会啊，字字句句里面呢含无量意，你要会听的，你听了要能理解啊。第一句说：“或见清净刹。”啊，说明这是如来化身菩萨的报土，啊，不是，再叫清净刹了。啊，在长行里面，我们读的很多了。一看到这个字样我们就晓得啊，也就是四种净土里面所说的十报庄严土啊，才称之为清净刹啊。这个方便有余土跟凡圣同居土不用这个字样啊。这一夜光庄严，或见多庄严。这个夜光庄严是根本，多庄严呢？是他的枝叶花果啊，就像这个一棵大树一样啊，啊，非常繁茂啊，根本是叶。五首，这第一首用意啊，尤其是深呐！啊，夜光庄严，落实在我们现前学习，真正的这个用功得力。一光庄严就是一门深入啊，我们一定要明了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所以你说到底学哪一门好呢？门门都好啊，门门都好啊，你不能门门都学，那就坏了，那变成是门门都不好了。就像一个圆球啊，一个圆球啊，这个球的面上啊，任何一点都通圆心啊，圆心是一啊，这个球面上的点呢、啊，无量无边啊，啊，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地球在太空当中不是很大的星球，啊，比地球大的星球不晓得有多少，啊，所以一般来说呢，地球在太空当中是个小星球。体积不大了，啊，它是个圆球啊。地球上任何一点，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陆地也好，海洋也好，平地也好，高山也好，任何一点都通地心。那么任何一点都平等啊，啊，这就好比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那是在这个球的表面上啊。为什么说到平等呢？它都能达到地心。地心是什么呢？地心是真如本心，换一句话说，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达到明心见性，就好像这个球面上任何一点它都会达到地心。那要怎么能才能达到呢？一门深入啊，啊，现在人学佛很不容易，是成道啊，这古时候讲成道就是明心见性啊，正果了，成道了啊。现在人为什么不能呢？现在人没有耐心，现在人没有信心，现在人好高骛远啊，他想广学多闻啊，样样都通，结果搞了一辈子没有一样搞通的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像这个地球表面上的点呢，它搞得太多了，深度都不够啊，都没有达到地心，所以说门门都不成就啊，不懂得了一门深入这个道理，不懂得一门深入的功德理啊，搞太多了，搞太杂了啊，这样把自己的精神时间浪费掉，这还不算，最严重的信心丧失了。中国古人讲的话说得好，哀莫大于心死啊，信心失掉了，心死了，永远堕落在三途六道。佛经上常讲可怜悯者啊，
这些人真可怜呐！佛菩萨再慈悲，帮不上忙，他不相信嘛。真的是相信的人有福了。这个很不容易。我初学佛的时候，亲近李老师，这一见面，他老人家仔细的端详一番，问了一问我过去修学的经历，那个时候大概学佛才4年到5年的样子，4、5年。立刻就给我提出3个条件，问我能不能遵守。能遵守，他愿意收我这个学生；不能遵守呢，那你到别的地方去参学。第一个条件，你拜我做老师，从今天起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教学，其他任何法师大德长者居士讲经说法一律不准听。问我能不能接受。第二个条件，平常你会看这些文字，不管是看佛经或者是看一般的书籍，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一律不准看。所以您看佛经都要向老师报告，老师准不准，不准不能看。第三个条件呢，你过去这几年学的我不承认，一律作废，从今天跟我了从头学起。3个条件呢，真难啊！我是从来没遇到过啊！那个时候好像我30岁31岁的样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老师提出这样的条件。想了一想呢，我对于老师非常尊敬，非常仰慕，也经过一些大德的推荐介绍，我接受了。接受之后，老师很欢喜。他说：“我给你这3个条件，是有期限的，不是没有期限的。”这个心里听得很安慰。时间多长呢？5年。5年一定要遵守。
有好处啊！我遵守他这三个，这个约法这三章啊，我在台中大概住了三个月，就有效果，就感觉到这个心地啊比以前清净，六个月就有明显的感触。为什么呢？很多东西不能听了，把这个耳根清净了，许多东西不准看，不能看了，眼根清净了。这老师就厉害啊！这是最高明的教学手段，让你耳目聪明，远离染污。过去所学的他不承认呢，让你没有话跟老师辩驳。比如老师跟你讲的，从前我听的不是这样，这个废话没有了。为什么不承认？我们古人曾经讲先入为主啊，要主丢掉了，从头学起，真正是叫简单明了啊，一门深入啊。我学到第五年，我给老师报告，老师，我得的利益确确实实出乎于意料之外，我愿意再遵守五年。所以我遵守老师这三条啊，十年，我的佛法的根呢是这样奠定下来的。我感谢老师，老师的恩德永远报不尽呐！老师一生讲经教学。我这一生呢，也以讲经教学报答师恩，报答佛恩。除讲经教学之外，事出世间一切事，我关心而不介入，不介入，不管呐。的确，我很关心的。但是决定不介入为什么呢？你一介入，你的心就不清净了，你一介入很容易被境界转了我现在功夫还不够我现在才契入少分等我契入多分了我能得更大的自在了，那也许介入的时候不妨碍我的清净心不妨碍我的戒定慧才可以。如果对你的清净心戒定慧还会有丝毫的障碍，不能尝试那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在讲席里跟诸位同学讲的很多我这个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在事出世间法有时候我会提供一点意见，绝不参与一切实际的行动，才能保持身心清净我的目标是纯净纯善这样取净土才有把握。
所以这个一门深入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清净刹了，是一光庄严。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你在一门深入，深入到什么时候？才发芽，茁壮，开花结果，它都有阶段的。明心见性的时候发芽了。如果我们以华严经上来说，摄诸菩萨了，发芽了；摄行菩萨了，茁壮了；摄回向菩萨了，开花了；摄地菩萨结果了。你们诸位想想，或见多庄严，种种皆奇妙的开花结果了。根要深呐，根深蒂固啊，这个基础结实了，根决定于性德相应。那么现在人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不能理解经典善有的教诲，虽然听了，纵然听多遍，什么意思？他并不懂。很可能他的解释解错了。开经偈上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一句话不容易啊。多少人听经错解如来真实义，曲解如来真实义，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很多啊，何况这3000年之后，几个人能懂如来真实义？那我们要问，有没有人懂呢？有人懂，谁懂呢？明心见性就懂了。这个难了，那几个人明心见性呢？没有明心见性的人，真正修戒定慧的人懂，这个懂不是真懂，相似的懂，接近懂，不修戒定慧的人呢，那可难了，太难了。所以学佛，下莲居老居士常讲，真干啊，不是干假的，干真的。真的从哪里干起呢？你世间的贤人君子，宋朝司马光说过啊，从不忘语时这一条，今天几个人能做到？
换一句话说，对一切众生，对一切人事物，要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这叫真感了，这个相应了，这个对于佛这些这个经教这些经论呢，你能信能解啊，你读你听你能懂啊，你要不是这样的存心，你的心是妄心，你不是真心。妄心怎么能够理解真心流出来的东西？处世待人接物啊，一定啊要依佛陀教诲啊，佛教我们去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决定是好的啊，就是吃亏上当，后果都是好的，你要有这个信心啊。总的原则，总的纲领啊，就是顺利进缘当中，你一定要知道保持你心地的纯净啊，也就是保持心地这个纯是真诚，纯是清净，纯是平等正觉慈悲，行为纯善啊，决定于实善无戒三学六度十愿相应，决定没有丝毫违背，这叫行善啊。心净生智慧，行善增长福德，这叫福慧双修啊！这是如来果地啊，二足尊的真因啊。有些同学听到我这个说法，法师你说的是很好啊，不能这么做啊！现在这个世界人都骗人呐。那我要这么做的话，我还能活得下去吗？我跟他讲，我这样做，我活得很好啊。那你出家了，我在家了，我有事业，我有这个眷属一大堆呀、我没有你那么简单呐。想一想怎么不敢做？其实，理是一个。不分在家出家，你真的懂得了，真的相信了，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了，你自然就去做，你做出一个榜样给社会大众看，不欺骗人，本本分分的也能发财，也能升官。一样开智慧，绝对不输给世间一般人，只有超越，没有退堕的，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现在就社会一般人不相信真理，确确实实真的几乎到100%，听骗不听劝。这个事情麻烦了，骗他很容易，他就跟着走了，跟他讲真的话他怀疑，打许多问号，犹豫不决，你说可怜不可怜？没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真正是可怜悯者。印光大师在一生当中特别提倡了凡四训，我们是越想越有道理。一个人果然把了凡四训这四篇文章参透了，我相信他跟了凡先生一样心定了，可以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3天3夜不起个念头。为什么呢？对于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明了了，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从生到死，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命里富贵，你什么都不求，富贵自然而来，你会得到。命里头该是平静，用什么样方法去赢求还是贫贱。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了凡四训教我们这个道理啊，跟我们说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你参透了，不会起妄念了。这遇到云谷禅师才知道了，这命从哪来的？谁给你定的？自己前生所造的业，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就是佛经上说明，人到这世间来干什么？佛只是四个字解答了：人生。仇业，你看话都简单，四个字就把你一生解决了。你这一生到世间来是酬偿你过去生中的业报，过去生中行善积德，在这一生当中享福；过去生中造业不善，你这一生要来受苦。果报啊，那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就是造来世的业。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好啊，欲知前世因，我前世干了些什么，今生受这事，你这一生受用的就是你前生所造的因，你得的果报。
欲知来世果，你要想知道来世你的果报是什么样子呢？今生做这事，你这一生所造作的因，来生的果报。哎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事出世间，疑难杂症很多，殊不知，一遇到佛经，全部化解了。啊，真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对于经教，不能不佩服啊！对释迦牟尼佛，不能不五体投地。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自信。圆满的流露的形象啊，像释迦牟尼佛五体投地呀，就是对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五体投地。乐意真诚恳切地接受佛陀的教诲，向佛陀学习，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彻底醒悟过来，不再迷惑了。不再迷惑从什么地方看呢？不再被这个世间境界所转了。被境界所转的人是放不下了，样样放不下了，不被这个境界转了，样样都放下了，事出世间一切法绝对不会再挂在心上，心得解脱了，心得解脱了，身就得解脱了，身得解脱，远离疾病，远离烦恼忧虑，这痛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得自在，得安稳，什么样灾难遇到了，原子弹在头顶上爆炸了，不惊不怖啊，没有一点恐怖，若无其事啊，像看放焰火一样啊，一点关爱都没有，一丝毫伤害都没有。这个是这种境界，一般人无法想象。这个是真正的庄严。真实的受用。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命运操在自己手上。了凡先生小悟啊，境界转了，命运转了。于敬义先生呢，比了凡悟得深，所以果报比了凡还殊胜。那真正究竟
彻底的觉悟，释迦牟尼佛啊，他是180度的转过来啊。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跟了凡先生比一比，说释迦牟尼佛是180度转过来，了凡先生大概只转个5度6度，于静一转到7度8度，那已经是相当殊胜啊。我们历代的祖师大德们，他们大概的时候可以能够转到啊50度60度，转到这个境界啊，那不是世间人能够比的了啊。要在自己会喘啊，啊，不要受外面境界诱惑，哎，又不舍利外头境界，真功夫啊，能跟外面境界和光同尘，在里头练功，练什么？练如如不动，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金刚经》上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的那个方法。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世尊教须菩提，就是教我们了。啊，须菩提是佛的学生呢，这学生当中代表啊。啊，修行功夫，什么是功夫？什么是修行呢？这就是修行，这就是功夫。没有学佛之前，我们接触明文理呀，接触五欲六尘，啊，自自然然会起心动念，啊，会升起好恶，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啊，就起分别，起执着，啊，起妄想，自自然然会生，啊，现在修行呢？把这个错误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这些明文理扬五欲六尘放在我面前啊，我在这条修正自己的观念啊，我不起心，我不动念啊，不起什么？不起贪嗔心啊，顺境不起贪爱啊，逆境不起嗔恚，这叫修行啊。这真修啊，这样一修过，修正过来的，我的心，我的心啊，真诚啊，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永远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佛心啊。你永远保持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就做了佛了，那你就成了佛了，就成菩萨了啊。佛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达到圆满了，菩萨还没有圆满，啊，决定不舍，啊，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决定不会舍掉这个心，与一切众生相处。肯定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菩萨心啊，不是不接触众生啊，接触啊，啊，接触里面看破是明了啊，对于事实真相
我们在佛法的名词讲的是性相事理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看破。啊，放下什么？放下从前那一些习气啊烦恼啊，统统放下了。啊，对于一切众生爱护。这个爱的从前的爱里都有情啊，情是有私心啊，现在这个爱的时候呢没有私心没有情啊，把这个感情的时候变成智慧啊，所以佛门不用爱用慈悲啊，慈悲跟爱在世上讲的没有两样，完全相同，用心不一样，一个是用智慧，一个是用感情啊，用感情我们叫爱，用智慧叫慈悲啊。换一句话说，用智慧那个爱啊是清净没有污染的啊，决定不会有副作用啊。用感情的那个爱，那个麻烦了，那个东西有染污啊。啊，阿赖耶里面落些种子啊，这个种子将来预言要生起果报的啊，但是慈悲用真实智慧呢？这个阿赖耶里头不落种子啊，所以这叫净业啊。如果心地不清净，还会起心动念，还有情执染业，染业出不了六道轮回。净业呢，六道轮回不见了，没有了，超越了。到纯净的时候，你四圣法界也不见了，也没有了。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此地讲的清净刹了。啊，我们学佛，学的是什么？就这些。啊，这里面的好处，这一生享受不尽呐、啊，人间天上没得比呀、啊！啊，所以世间好事，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好事，随缘做啊，我一定要做，错了，一定要做就攀缘了啊，一定要做什么呢？哎呀，为了表扬啊，什么奖励呀、啊，啊，那你还是有妄想，你还是有染污。啊，佛菩萨帮助一切众生，痕迹都不着。啊，在变法界、虚空界教化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他得了多少奖状啊，得了多少奖章啊，啊，多少人表扬他了，没有啊，他统统不要啊，啊，为什么呢？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存在那个真相啊，如露亦如电啊，你说他祈求什么都没有啊，
为什么要帮助这些众生呢？佛说了两句话：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以这个啊，同体这句话重要啊。佛知道，化身菩萨知道，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从哪来的？为心所现，为识所变。谁的心？自己的真心，自己的阿赖耶同体呀！啊，就如同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一样，啊，梦中有山河大地呀，梦中有许许多多的众生呐，啊，你也问一问，你梦中那一些虚空世界山河大地一切众生从哪里来的？一觉醒过来说，哎呀，梦中境界自己心里头变现的，但是做梦的时候呢不知道。如果梦的时候知道了，哎呀，我做梦，梦中所有境界都是我实现的，梦中的我是我，梦中所有一切人也是苦，梦中的山河大地还是苦，梦中的虚空也是苦，同体呀。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只有佛与化身菩萨彻底明了，所以他对于一切众生那个爱心是平等的，是清净的，一丝毫染着都没有，一丝毫高下都没有，是平等的，平等的爱心，清净的爱心，没有条件的。无缘就是没有条件，哪里还需还有什么报酬？啊，有一丝毫报酬这个念头，你是凡夫，你是迷，你没有觉悟啊！啊，我做了一点好事，啊，还要人表扬。还以为自己有多大功德，实在讲，用清净去做，做完之后干干净净，一念一个念头都没有，真实功德，祈求的功德，功德就没有了，功德没有什么，变成福德，福德是染业三界里头受报。不能不知道啊！啊，现在社会里面问题很多，无量无边啊！我常常遇到许多同学来问呢，啊，有时候我也找个机会来给他来答解答。啊，好像过去解答也有录音录像，啊，听说现在有同学把这些答问呢，从录音录像啊，已经写成书本，啊，很好，啊，帮助大家了，啊，解决一些生活上、工作上，啊，处事待人接物上啊。一些困惑的问题，但是真正要彻底明了了，那你一定
要入大乘境界，学无量寿经，要入念佛三昧呀。假如你能够入念佛三昧，一分两分，不说多，两三分，人间天上啊，那个荣华富贵呀，你那个念头就淡薄了。为什么会淡了呢？因为人间天上的那个五欲六尘之乐，比不上你入这个大乘，念佛法门是大乘呐，这个大乘三昧当中两三分的那个路，不能比。你讲当然就超越了。自自然然不受影响了。你还会受影响是你没有得到这个佛法讲的法味呀，你没有尝到法味。天天在佛法里头味道没有尝到。从前李老师就个比喻，好像到这个餐馆看人家的这个菜单。菜单看得很熟，那个菜呢没看到。当然更没有尝到。李老师这个比喻很有味道。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看佛门的菜谱。没有见到，没有尝到。你什么时候真见到尝到了，世间这个味呀，你就淡了。没什么兴趣了。因为你尝到更妙的味道了。这是种种皆奇妙嘛。现在时间到了。